多謝你，因為你用你的愛嚟到招聚我哋眾弟兄姊妹朋友嚟到你嘅殿中嚟到敬拜侍奉你。求主與我哋同在，祝福我哋今天嘅聚會，願意從頭到末了都交喺你大能嘅手中。让主来到向我们说话，你的灵浇灌我们，又浇灌讲员阿雷牧师，使我们讲的听的能够同感一灵，又纪念到路上来的朋友的脚中，求主保守，使到他们有平安来到我们当中。多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在这侍奉敬拜你，将以下落来时间恭敬交托仰望祈祷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首先有两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到读好不好啊？第一段是诗篇127篇第一节，若请一齐，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第二段是罗马书12章1至2节，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此我们要趁这个时候来到高歌，举起我们的双手来赞美我们的主。请各位起立，我们唱我要趁此时。唱一首爱歌。
天父，因为他拯救我们。请坐。在箴言三章第五至六节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因此我们时刻的，我们都需要我们的救主耶稣，时刻靠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都要像我们的主。主，我愿像你。
立我哋一齐唱。心嚟祈祷，好，天父上帝，我哋再次感谢你，响呢个美好嘅清晨，我哋可以同嚟敬拜你，特别响普天之下，今日同样系你嘅主日嘅时间，我哋都会同众弟兄姊妹，唔分国籍，唔分彼此，可以同嘅歌功歌高高歌颂赞你。虽然我哋时间唔一样，但系我哋都系带住一个整个敬拜赞美嘅一天，我哋献上我哋赞美，因为你系配受敬拜赞美嘅神，你创造宇宙万物，俾我睇到你更加创造穹苍，预备一切，让人可以喺里边居住。主啊，我哋睇到我哋自己创造嘅生命，我哋每一个刚刚我哋知道有教会有两位出世嘅 baby， 佢哋系何等嘅宝贵，系你嘅手中响冇福东，你已经慢慢嘅营造佢哋成为完全嘅人。我哋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系咁创造奇妙嘅。你话响冇福中，你已经认识咗我哋。主，我哋今日一同嘅嚟到去敬拜赞美嘅时候，我更加体会你唔只系单单系创造咗我哋，俾我哋好独特嘅各样嘅恩赐才干，更加你亲自嚟寻找我哋。当人去离开你，你竟然去揾我哋，叫我哋去体会神，你系为爱我哋嘅神，更加为我哋舍命。世上冇任何人为我哋舍命，唯有主耶稣基督，你为我哋舍命去拯救我哋，更加把我哋放在一个好特别嘅一个身份里边，就系属于你嘅儿女。天父话我哋何等尊贵，响佢里边，因住系你，所以我哋成为尊贵嘅王嘅儿女。天父，我哋今日嚟敬拜你，因为你系配受敬拜赞美。天父，当我哋敬拜嘅时候，我哋都将我哋周遭嘅世界系交喺你手中。主啊，睇到各样嘅人离开你嘅时候，各样嘅动荡，各样嘅败坏，不断嘅去影响人嘅心。我哋为到主你嘅心肠，你为到呢个唔认识你嘅世界嘅心肠，你好渴望佢哋能够因住好似我哋一样认识你嘅时候，经历到你莫大嘅能力、生命，以至去面对呢个罪恶嘅世界。因为你得胜罪恶，得胜死亡，更加叫我哋都同样靠住你，可以响面对呢一切地上各样困苦、各样逼迫困难嘅时候，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得胜有余。主，我哋高歌赞美你，预主你去亲自怜悯呢个世代，怜悯我哋响呢度所在嘅美国。主啊，我哋感谢你都带领好多嘅唔同嘅弟兄姊妹继续去为到美国嚟祷告。睇到啱啱过去礼拜呢个礼拜，我哋有祷告日，好多弟兄姊妹一同嘅同心，为到呢个国家能够再一次向你面前走回正路嚟祷告，求主你怜悯呢个国家，让在上嘅晓得点样去尊你为王、尊你为圣，更加愿意分别出嚟被你使用，因为你设立权柄，让佢哋向当中去执掌，按住公义、公正嚟去执掌一切嘅地上，亦都赏罚分明。求主你亲自嘅带领帮助我哋在上嘅，我哋有责任为佢哋祷告。亦有责任去继续去发声，为到一啲我哋觉得系不合理嘅，我哋作为喺呢度地上嘅国民，我哋可以发声嘅时候，我哋发声表达意见。感谢你俾总统亦都提出要俾我哋有发声嘅机会，保守我哋唔会因为任何嘅嘢
而去受到各樣的攻擊。主，這個就是美國裡面的特別的憲法所講的。天父，我們再一次獻上感恩，願主你帶領我們在我們有生的日子，我們所在的地方繼續為你發聲，為你作美好的一個爭戰。因為這個世界裡面很需要你的話語，很需要你寶貴的一个嘅子民喺当中去参与，我哋都纪念到我哋嘅香港祖国各样嘅需要。天父啊，我哋睇到人嘅各样嘅思想啊，点样都系走向最终你嘅计划，但系我哋深信你仍然喺当中使用当中好多嘅唔同嘅人，喺当中继续去带领啊，中国、美国、香港或者其他嘅地方，能有你自己嘅怜悯帮助。主，我哋特记纪念五月份。五月份里边，中东各样嘅局势，求主你亲自带领。当以色列再次被尊为一个国家，有呢个嘅首都喺当中嘅时候，求主你继续去眷顾你嘅选民，让佢哋晓得有你呢位神一样嘅眷顾，俾佢哋晓得去尊你为神，继续去认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求主你带领他们，帮助他们，让得救人继续去揸添在你自己的角度里面。求主你带领我们再仰望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你的怜悯，在当中帮助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特别今天在圣餐里面的时候，我们更加体会我们其他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他们的痛楚，他们的痛苦。求主你帮助菲利，他真的在他的病痛当中实在我们很难去体会明白，好像我们不能够体会耶稣基督你在当中被钉十字架的完全的痛楚，但主我们去尝试感受体会，也给我们去分担，我们去作出各样能够做的支持祷告。求主亲自的医治的手临到他，主啊，我们不惧怕任何会发生的事，只愿意你在当中继续带领他，在当中帮助他，给他从你的里面得着力量去胜过这个这么艰难的日子。天父，我们都为丹娜祈祷，继续帮助他在这个 recover 的过程，在这个决定继续治疗的过程，主你都亲自帮助他，给他给医生给各样的药物都在你的掌控里面，让他们都一一成为他的帮助。求主你加添他的信心，加添 Patrick 的身体上面的力量去照顾他的时候，天父，我们再次将我们完全的交在你手中，我们各样的需要你都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呼求你，可以体会你听我们呼求而应允我们祷告，让我们经历你是实在的神。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今天我们同敬拜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好吗？菲律宾好啲啊，菲律宾 OK 啊。唔该晒啊！我哋继续喺度思想进上行之思吓，今日系我哋拎走咗，我自己揸住咗。你几？我呢啲真系佢好醒目嘅，系我哋旁观者睇到我揸住，做咩？仲要咩啊？好嘢，好嘢啊！新年真系好嘢吓！我们来读一读今天的诗篇127篇，刚才读了第一节，我们一起去读，好吧？1、2、3。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间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子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所给的赏赐。少年人所生的儿子好像智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一个历久常新，超越时空，超越各样文化，
的真理的话语。天父，我们再一次仰望，愿主的话语今天就印在我们心田，心田当中，叫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有力量，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得着生命的一个活泼的灵，可以去当中去活出每一天你要我们活的生活。求主带领我们这段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讲的诗篇127篇和上次126篇是有关系的。上次我们讲到在这个我们认真的去追求神，或者在当中去回应神的时候，去侍奉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在侍奉当中，或者我们的各样周遭的环境里面，我们有很多未必好像我们想期望的结果，是吧？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焦点不是个结果，不是焦点那个怎样，是焦点是那个令我们当中同我们一起的各位神，所以我们因此就有喜乐，是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些各样的一些没有任何的结果的过程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喜乐的人生去面对，相信他在继续会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完成他的工作。今天我们在这个127篇提到，当我们在工作和去生命侍奉的时候，怎样才能够看到结果？上次说看不到结果，今天我们怎样才可以有结果，是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很清楚讲到我们怎样才有结果。这篇是一篇箴言式的训诲诗，就好像箴言的第一二句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箴言的有人称它为所罗门的上行之诗。那是不是所罗门写的呢？有不同的意见。其实所罗门是怎样？所罗门应该是主前950年，但是这个圣殿回归的时候是主前520年，所以两个时间是不同的。咁有啲话呢个系所罗门嘅诗，咁样英文都 off 啊。其实嗰个原文里边可以话按照嘅意思，按照呢个所罗门嗰种嘅训诲嘅方式写嘅一个嘅诗篇，所以有两个唔同嘅睇法。咁如果当然话所罗门嘅，梗系有敬句啦。话所罗门第二节，你睇他所亲爱的呢几个字，其实就系所罗门王嘅名字。喺呢个撒下嘅时候，神俾所罗门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啊。咁呢个字咧就好似呢个第二节里边神所亲爱的嘅意思，所以佢哋话呢个系所罗门嘅诗啦，冇问题。更加里面第三次又讲到好多仔女，哇！所罗门多唔多仔女啊？哇！飞奔好多，所以啊，做仔女都唔认得，可能今日我哋要偏 number 啊，朋友走带埋手镯揿嗰个系边个，去揾翻佢出嚟吓，咁犀利喎！更加佢有训诲啊，箴言讲个训诲嘅模式，好似呢个里面嘅模式，哇！咁可能系所罗门写噶啦，亦提到圣殿系嘛，殿中啊，咁所以啊，有可能啦，咁可能啊。但是这个第一节已经用在写成拉丁文的时候，这个我不懂读了。有没有拉丁文啊？知不知道？其实已经是成为一句很流行的说话了。爱丁堡城呢，它的格言说哪个有这个这么美好的城呢？爱丁堡城多漂亮啊。更加在不同的爱丁堡城的标志里面，那里有的意思就是，如果不是耶和华，一切都是谎言。咁嘅意思，如果唔系耶和华，一切都系谎言啊！咁呢个俾我哋睇到咧，实在神系一切嘅根源啦，成功嘅根源系嘛？咁父呢个美国嘅总统啦，Benjamin Franklin 啊，佢话我对住嗰班嘅国会嘅嗰班嘅议员话，我哋成日以为咧，我哋唔需要上帝嘅帮助，但我活得越嚟越耐咧，就更加确信呢个真理，就系上帝系管理住我哋人嘅一切嘅事务。如果冇佢嘅同意或者帮助，我哋呢一切嘅政治上面嘅建立或者进展，都不过是巴别塔的建造而已。大家知不知道巴别塔？巴别塔是什么？当人去离开神，去到一个最骄傲的状态，他们说我要建一个塔，最高的塔。今天的人都起，全世界哪个斗高建筑物，是吧？整条东西上去，最高高过你，斗高啊。咁你今日個人就係同樣嘅源頭，我自我中心嘅時候，我要誇我自己嘅時候，於是要表達佢係最叻係嘛？咁所以周圍都係最叻最叻咁。咁呢個巴別塔嘅建造嚇，我哋如果我哋有咁嘅時候，就係一個最大嘅一個錯誤同埋最大嘅弊病。亦都基督徒如果係咁嘅話，我哋最大嘅危險就係我哋誇我哋自己，而當中我哋忽略嗰位幫助我哋嘅神。
咁啊，如果我哋真系爱慕世界，无心侍奉主，话你讲好负面啊！对于神家里边是漠不关心，我哋可以唔需要咧，哇！我哋不需要去留意呢篇诗篇，因为呢篇诗篇咧系讲紧你哋唔可以忽略神，你哋唔可以离开神。当我哋真系愿意，真系好似神对我哋嘅工作一样，去愿意回应神嘅时候，我哋开始去爱主，更加喺生命里边愿意建造嘅时候咧，咁我哋真系要好认真去掌握呢个好短嘅呢篇诗篇。呢篇诗篇好短，化成第一句啊，就系、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啊房屋，我哋就枉然，系咪？上行的人已经开始明白这条道理，他认真去做工。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一切都是神，出于神，离开了我，我们不能作什么。谁说的？离开了我，我们不能作什么？谁说的？耶稣说的，离了我，不能作什么，是吧？很多弟兄姊妹，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确很真实，在信主的初期或者被神再挑旺的时候，他们很大发热心，但是可惜就是他们大发热心的时候，将他自己的聪明、看法、做法、力量一起带入去这种侍奉里面。所以在这个里面怎么样？仍然陷入了这个诗篇里面的一个刚刚相反的后果。神在当中不需要，因为他们自己搞得定。诗人这里告诉我，如果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枉然的，枉然。无论我们、主不给主去建造生命教导学习主、这个就是好像富兰克林所说的、我们只是建在一个巴别塔的一个夸耀自己的状况里面，会带来了混乱纷争、是我们都见到，成日都见到，当大家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于是就是如果不是在主里面彼此包容的时候，就怎样不合一了，于是就在那里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高举我们自己是最后的答案。这篇诗篇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看到第二节，我刚才读是讲到好像一个看守建造牢碌。第二个部分好像有些人说，好像讲到特别讲到儿女母亲节来了，我看下个礼拜就跟大家分享母亲节。我今天不讲母亲节，但是我们讲到这个这里两个其实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有关系？不是分开两个部分加在一起，而是因为这两篇结合成文，就是讲到人的一切成败得失都是在乎神，而是神所赐的，而家工作、家庭、人的全部都是神的作为。所以我看到这个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包括了很重要的家庭儿女。所以有些人这样想，工作，哇，工作就是等于人生啦，等于人生一切啦，所以他就一路拼命工作。话你话我唔系工作，我今日家庭主妇算唔算？我哋上次响以前都提过，工作你总之用大部分时间投注嘅就系你嘅工作啦，系咪啊？你家庭主妇你都系家庭主妇，就系你主要嘅。我哋用一个普通一般性嘅说法，神对你嘅呼召，对吧？那是你的呼召。工作就是说我为了工作怎样，我都是为家庭的。我你为什么不理你家庭啊？有啊，我工作就为了家庭，我赚钱才家庭才存在，是吧？哇，他们这样去解释这个关系。但是这样我看到是、不是神所讲的意思。建造等于去创业，我看回这个诗篇，建造好像创业，看守就是守业，劳碌一生，他们就这样去解释了。我是不断建造我创业，跟着我去守住我的业，跟着也是工作，跟着我劳碌一生，这样去解决人生。但是真正的重点是，先人说我们要有神参与在这个整个部分里面，无论你的工作，无论你的家庭，都是神在当中参与才有结果。所以工作是涉及了建造、看守，不是单单去做一些事。我们说传福音为了什么？不是传福音做很多事，传福音为了人。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一直搞很多传福音活动，但是没有牵涉到那些人的对象，那我们白搞了，是吧？
我哋做乜嘢都系为咗人，我哋去侍奉都系最终系为咗啲人。当然我哋每个人都有倾向，我做事比较好啲，我做对人又好啲，有唔同嘅一个倾向。神秉做我哋好唔同，但系无论点，我最终归根究底，最终都系翻翻去人嗰度，系嘛？我做嘅事最尾系要 benefit。叫人得益處，如果唔係咧，咁就冇事啦。所以我哋喺呢個建造過程，喺呢個家庭嘅部分裏邊，都係牽涉到當中嘅人係點樣。我哋侍奉，究竟我哋對周圍嘅人產生乜嘢嘅影響？英文呢個房屋呢個字咧嚇，有兩個意思嘅喎，係咪？一個就係住嘅實際嘅房屋，一個亦都代表住我嘅家庭，係嘛？所以呢、這個嚇。这个的诗篇其实可以去延伸一个这样的意思，希伯来文里面建造的人，建造也都跟第三次的儿子是有类似，同样很相似，所以其实诗人用这个的一个诗歌体和一个对照文字的方式 去暗示到一个生命的全部，都是跟神有关系。詩人首先講到建造房屋，然後講建造房屋就是增加呢個家庭的人口，同呢個有關係。點解會增加家庭人口同呢個建造有關係啊？因為涉及咗生命的建造，增加呢個生命就增加咗呢個整個影響，整個世界影響。我哋睇到呢、这個，所以呢、这個一切的工作侍奉涉及咗建造、看守同埋努力，好需要神。介入當中先得，冇咗神，我哋唔理神，自己喺度搞咧，最終我哋只係搞到自己疲倦，最尾係失望，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搞唔掂啊。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你哋清晨起身，夜晚安歇，吃勞碌得嚟飯，本是枉然。如果我哋冇咗神，我哋早上幾早起身，晚上幾早翻嚟，太太一定唔中意啦。哇！做咩咁夜翻嚟啊？我要做工啊，勞碌先得飯啊！我係咪真係噶？都是枉然啊！如果冇咗神，係咪？所以要提到三次枉然，这个枉然一般被翻译成为虚空，但的意思是说没有内容的，很空虚的，是有甚至有欺骗我们的作用，就是说你这样做法，你这样生活是一个被骗的一个状态里面。如果你没有神，我们没有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状态是一个枉然。你有没有有时坐低在那里，当你坐低的时候叹气，哎呀，生命真是苦啊，是不是很苦啊？好多嘢係嘛？你會嘆氣，好似我做咁多嘢都好似見唔到結果啊！呢、這個就係枉然嘅一個感受啊！只要努力去做，就一定成功咩？係嘛？努力啲，早啲起身，人哋做八個鐘，我做十六個鐘啊！我勤力啲，用多啲功夫，係咪一定成功咧？冇保證係咪？清晨早起，夜間安歇，多花時間就做好咧，亦都未必係。将所有的智慧、聪明、经历、阅历、力量、才干都放在神的工作上，一定会成功咩？佢话：诶、哎，咁我有神啦，我将我所有都摆喺神手中，成唔成功啊？如果系净系我哋摆上去，唔系去求问神点样做咧，点样走咧，亦都未必一定成功。或者我哋真系咁样做啦，但系亦都有时我哋会到遇到一啲未必系我哋。理想的结果的，因为我们理想和神的结果未必一样嘛。最近我带这个的祈祷会，礼拜二，那我们思想到这个登山部分里面，其中有讲到主祷文，主祷文我们都很熟悉，在这当中有祈求，先求神的国，神的名，跟着神的旨意，是神的最关心，跟着后面讲什么，讲到我们人的饮食，跟着讲到我们去彼此饶恕，胜过呢个恶者，系嘛？咦，我仲冇讲到工作喎？你话，咦？我又谂，咦？我哋冇讲工作喎，咁我哋咁搏命讲神祈求，我哋都冇祈求工作，但我哋成日都喺度祈祷神啊，帮我工作啦，我工作唔掂啊，系咪？系咪咁啊？点解咁咧？耶稣教导我哋祈祷嘅时候冇啊，其实，咦？原来唔系，神话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嘅旨意就包括咗我嘅工作喎。是吗？如果按照神的意思去生活，去做每样的事的时候，那个就已经越运行着神的旨意的时候，也都我的工作包括在里面。
所以我哎呀，突然间好啊好，以前冇咁睇到啊，突然间好兴奋啊！所以喺神嘅里边，必须喺佢嘅当中啊，唔系唔使努力。呢度唔系讲话，咁你唔使清晨起身啦，我哋要清晨起身，有时的确要好努力嘅，系咪啊？唔系唔使努力，但系提醒我哋一个认识神嘅人，唔可以靠自己，唔可以夸自己。咩系建造呢？啊，建造就是在生命的身量上长大和增长增加，是不是？不是单单物质上建到一个屋。神要做的不是工作本身，是为了我们这个人，为了其他人，不是为了一些物质的东西。因为物质的东西会怎样？最后神再回来的时候怎样？下一次的一个的审判的时候是用火的，以前用洪水，是吧？你看到这个 tsunami，哇！啲水逐咁嚟，所有都冇啦，系咪啊？跟住火啦，哇！火就烧到冇晒啦。你几咁硬嘅，好多嘢都烧融啊。有啲嘢当然冇烧啦，吓。所以你睇到嗰啲一样，最尾都一切冇，唔能够永存噶嘛，系咪？嗰啲建筑物咪成日修补，系咪啊？啲好多咩最古迹啊，嗰啲咪喺度修补吓。所以最重要系关系有冇触动我哋。生命有没有被触动，生命有没有被影响被感染，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看不到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可能埋头苦干向一些东西，结果我们发觉最后想想，好像我都没做到任何东西，因为个个人都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只看工作的成效，工作狂了，有些人变成工作狂，有些人就做做下发觉哎呀都没什么果效，于是放弃了，走去两个极端，是吧？但是我们如果有神的清楚的生命和生命的方向，我们就带着这种的生命呢，是继续不断不断的去经历，永流不息的去为主作工，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生命。无论生命中有任何层面，特别是教会建造啦，都需要看守学习侍奉主，是吧？都要有机会让主在里面，同埋让主响里边做工，俾佢有一个参与嘅机会。所以点解我哋要祷告？点解我哋要去等候？有时有啲嘢唔系我哋嘅谂法。我都知道点处理啦，快快脆脆处理。人嘅智慧仲要响降服响神嘅智慧嘅底下，神嘅时间，神嘅 timing。神的考虑和其他人的状况底下，我们考虑自己，考虑我们这个群体，但有没有考虑其他群体，考虑其他神的对那些人的永恒的一个计划，这些是我们没办法考量，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让神在当中去带领。有时我们好像有些亏损，但是神就透过这样去达成他对其他人的祝福的一个过程。我们是不是愿意让神咁去带领我哋咁样做？传道书话俾我哋，生命冇神就系虚空嘅，系咪？我哋都睇过传道书，所以我哋有个选择，信靠神，揾到生命嘅目的同埋意义，定系我哋靠住自己去经历虚空，最尾悲伤终结，完全冇咗一切嘅结果。咁 Henry Ford 呢、这个福特车，我哋今日揸紧个福特车，人俾我。他有一次咧，喺呢個密芝根州開車嘅時候，見到旁邊有個人壞咗車，係福特嘅車喎，咁特別有感受啦，就落去幫佢睇下，跟住兩三下就發現問題，兩三下幫佢搞掂。咁個人話：哇，你真係叻喎，幾知識幾好喎，你又乜都識喎，竟然咁短時間幫我搞好架車。佢話：梗係啦，架車係我做噶嘛，架車係我參與設計噶嘛，係嘛？所以我梗係搞掂啦，係嘛？我哋一切係咪神搞噶？是不是神设计的？我们有没有去发觉让他来搞好一点？很多时候我们都自己在那里搞，搞到乌烟瘴气。这个史普罗，这个是改革中一个神学家来的，好他讲的也很好的。他说呢，没用是我最讨厌的字。我不介意我努力工作放弃乐趣，而且但我如果努力是毫无用处呢，那就不好了。如果你说我做的事是没用的，你就是说就给我知道我是没用，因为我做的事没用，
即係等於我做嘅嘢冇 contribution， 所以無論點我都係唔達到呢個規格嘅。所以我哋點樣有用呢？喺神嘅裏邊，真係做到真正神要嘅。如果唔係，我哋可能只係徒勞無功啊！人浪費咗好多精力喺無用嘅物質追求裏邊，呢個係撒旦而家喺呢個世代裏邊要掳掠人嘅最好嘅方法，叫我哋忙碌啦，啊，叫我哋忙碌，叫我哋去忙於一啲唔重要嘅嘢，叫我哋追求一啲根本唔喺永恆裏邊係存留嘅嘢，叫我哋追求一啲同生命冇關係嘅，叫我追求好多呢啲玩具，呢玩具係同人冇溝通。我哋喺神所建造嘅房屋，所以我哋系神所建造，神喺度建造紧我哋。一方面佢亦都同时使用我哋去同时去建造，所以基督徒我哋唔系为咗自己而活，系为咗其他人，为咗神而活，对唔对？神要透过我哋再去建造其他嘅生命，所以我哋可能咧清早起身，夜晚安歇。吃牢牢得嚟嘅饭，呢个系神，亦都系神嘅作为。如果我真系喺神嘅里边清楚依靠神，我哋可能都系清早起嚟，晚上安歇。有时我哋更加唔食饭，为咗禁食，为咗一啲嘅需要，我哋忙碌，为咗其他人奔波，呢啲一切都要靠神先可以做得到，系嘛？所以传道书里边话：我所见嘅为善为美最好嘅事情，就系人喺神所赐嘅一生嘅日子里边。吃喝享受日光之下所劳碌得来的份，这个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最开心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带来影响，而且当中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能够做到。所以第二节下面就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使他安然睡觉。这里特别再讲第二个，唯有这个特别一个强调，上面讲到第一节里面对比神所赐的和人的努力之间的，特别强调一点，如果不是神赐给我们，我们一切都是枉然的。更加最重要就是安然睡觉，今天是一个最大的福分。最近你睡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好不好？你说哎呀睡得好就好了，跟住如果食得好又好啦，对啦，但系要瞓得好先食得好噶。你瞓得好，瞓得唔好你又唔想食啦，系嘛？几攰啊，系嘛？搵个地方瞓，但系瞓硬系眯埋眼都瞓唔着，系嘛？所以好惨。瞓觉系令我哋更加恢复生命嘅力量，更加清醒啲去建造啊，系咪啊？如果唔够瞓系唔够精神，亦都表示我哋对神嘅信靠。点解？因为我哋瞓觉落唔好做住啦。呢啲交俾神啦，系咪啊？表示种种信靠。你话我唔得，我一做埋佢，咁你唔信得过神啦，系嘛？你未做完，咁啊要做，未做完都你都要休息噶，系咪？呢度有一个说话，神创造咗日同埋夜啊，吓冇要我哋帮手，要我哋去享受呢个夜晚瞓觉嘅时候嗰种礼物吓。他就给我们这种最好的福气。传道书说，我察看我手所经营一切的事，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暴风，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罗门王他当中可能这个诗篇，这个所罗门的传道书，有些人说未必是他，无论怎样他劳碌一切，就是他最后发觉我所做的一切起大工程做各样嘅嘢都系虚空。箴言话：耶和华所赐嘅福系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系嘛？真正神嘅福应该系带嚟咗平安、安稳啊！呢种系真正嘅福分，能够安眠系一个好大嘅福分啊！必然安然睡觉。呢有一个解释话，佢话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在睡觉嘅时候俾佢。哇！咁样讲吓。咁你话所罗门啦，所以所罗门喺瞓觉嘅时候神俾佢啦，俾佢咩啊？佢所求嘅嘢唔系佢喺度日头嘅时候俾佢，话系佢瞓觉时候之后神俾你点啊？俾佢所求嘅智慧，俾各样嘅嘢。所以古老嘅德国嘅谚语话：上帝在你晚间赐下他的礼物。你有冇发觉瞓醒就哇，好似好好咁啊？
可能你瞓得唔好啦，起身仲做好掙扎啦。但有時你起身嘅時候，哇，好似突然間天都光啲嚇，落雨天都好涼，因為瞓得夠嚇。神點樣嚟做工啊？你話喺睡覺嘅時候，所羅門瞓覺嘅時候，神就俾佢人生無常係咪啊？除非俾神參與，否則我哋唔能夠確保我哋喺呢啲無常嘅人生裏邊咧，我哋係走得啱，走得對。好，跟住咧去到第二個啦，第三兒女就係神所賜嘅睇得見嘅祝福咯喎，係咪啊？係有關係嘅。神要祝福我哋，神要參俾神參與嘅時候就有福氣啊！福氣就係喺兒女裏邊，兒女係耶和華所賜嘅產業，所懷嘅胎係佢賜給我哋嘅賞賜啊，係賜我哋賞賜。少年人所生嘅兒女，好似勇士手中嘅箭，箭袋充滿嘅人變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同埋敵人對話嘅時候，不至於受愧。所以作工建造同埋兒女嘅關係在於神喺當中介入同埋賜俾我哋，所以神賜俾我哋兒女。是一個他的工作的一個很大的情況。希伯來文剛才講到，希伯來建造的人第一節和兒女是類似的，這個相關語，所以意思不是只是建造一個磚頭的屋，而是兒女的生命也是相關，所以我們要傳承，要家庭國家興衰，不是我們可以做的，是吧？兒女我們建造去建造兒女都是很難的，因為都是神的工作之一，但我們有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有沒有責啊？你在美國現在美國興亡匹夫有沒有責？好多人沒有啊。你的兒女從何而來啊？答案是當然是神賜的，是不是神賜給我們？沒有兒女就沒有承繼產業的後人了。文數記裏面講到怎樣去將你沒有兒女的時候怎樣分啲財產給誰個，給誰個，給誰個的方式啊，要繼續分下去。我嗰時可能提過喺圖呢度，我侍奉的時候有一個嘅老人家，我喺呢個嘅一個護老中心啊，一個 assistant housing 裏邊遇到佢，好靚嘅一個 housing， 佢嘅有一個仔一個女啊，佢嘅仔係軍人，結果喺去巡更的時候，日清晨去巡更的時候，就聞到他們噴那些 殺草的藥，結果就毒死了，那很慘啦。他先生又過身了，所以先生為了有錢給他，於是他就他的女兒有些不太清醒，所以他整個需要人照顧了，所以沒人照顧，於是什麼？於是就監護人，於是就監護人，監護人，你好的監護人，不好的監護人，總之擠了他去這個的護老院。所以我嗰時喺圖呢度成日都去探佢，一間房兩個住啊。咁佢成日同我講啲咩咧？如果你聽過就接納我講。佢話成日話牧師啊，你幫我揾頭人家啦，揾頭人家做咩？幫我女揾頭人家啦。點解咁緊張啊？佢話如果唔係我冇後咯，咩？我嘅斷咯。他很關心這個繼承，這個真是身體的繼承，他一定沒有遺產，那些遺產已經在那裡花花花，現在不知道還是否住在那個這麼 fancy 的一個老人中心。這個老人的因為他的錢都用得差不多。國家怎樣？國家更加是興亡在乎這個子女，是吧？這個你看，如果要一個國家的文化繼續呢，要25年繼續都需要有 2.11 個仔女，要生 2.11 個、啊、如果不是 2.11 之後低一點 1.9 開始就開始問題大了， 1.3 的時候就很難再逆轉了，這個國家一定走向滅亡了、啊、你看看2006年，如果這樣2006年，但如果人口按照這樣的情況不是 2.11 就會這樣了，2026年越嚟稀少嘅咯、啊、所以點啊？喺呢個歐洲共同市場31個國家裏邊，佢嘅呢個咩啊生產率點啊？1.38，哇慘咯！係咪越嚟越慘啊？冇噶啦，啲國家點啊？生產咁少，佢哋就係維持唔到呢個歐洲佢哋本身嘅文化，佢哋本身嗰啲要傳承嘅嗰啲嘢噶啦。美國點啊？美國係1.6喎，1.6嘅啫喎，嚇1.6喎，嚇
大部分都要靠移民啊，以美呢、這個拉丁美洲移民就2.11喎，哇！佢哋繼續生產啊，所以移民犀利，好移民進嚟美國就開始慢慢點啊，取代原本喺呢度住嘅，當然可能係啦，佢哋都係移民啫。但無論點咧，佢哋有一個 heritage 啊。但呢個 heritage 肯定俾啲移民咧，慢慢就蓋過啦啊！所以1970年咧，舉例嚇，回教徒有100,000回教徒；2008年有900,000嘅回教徒啦，生幾生嚟生，搏命生，呢個係一個策略嚟嘅喎，撐撐撐。於是咧，而家咧就好多回教徒噶啦。如果我哋唔小心咧，30年之後咧，有50,000嘅回教徒響。50,000等於差唔多等於成個美國嘅人口啦，而家嚇，即係話美國唔係再係一個怎麼樣有咩 heritage 以前嘅 heritage， 我話美國都係有基督教嘅基根源嘅啲啦，係嘛，所以唔會有噶啦，係呢個回教 law 噶啦，啊回教 law 你女仔要點啊？節育啊，點樣嚇？好多佢啊！如果喺密芝根州，你去喺密芝根州，你睇睇個密芝根一個地方回教徒聚集嘅地方，你入去飲咖啡啊，啲女人唔好入嚟啊！哦，咁啊，所以你好多地方係咁樣，因為佢哋生產得犀利。我哋呢個嚇兒女係幾咁重要咧？係咪？如果睇翻呢個地方，一個呢、這個係法國啦，而家1.8啊，一個家庭1.8人。但係嗰啲入去嘅人咧，都係回教徒啦，8.1喎，咁生法喎。2027年咧點啊？哇！你睇到成個嘅法國都唔知係點樣咯，嗬？30年之後咧，肯定呢個法國已經變成呢個回教國家。啊！所以兒女係幾緊要咧？兒女在乎家庭嘅傳承，亦都家庭嘅傳承影響國家嘅傳承。第三節話兒女呢個詞啊，唔係單單係另一個話題。呢個節開始咗一個好強烈嘅一個有一個字和合本新譯本都冇翻到感嘆嘅語句。詩高版有翻譯，佢話睇下 low， 睇下聽下，諗清楚啊，咁嘅意思。所以係一個繼續講緊同樣嘅一個謊言同埋人嘅努力嗰、那個話題。睇下聽清楚啊，諗清楚啊。1-2節講到神嘅進一步講解神嘅重要性，神喺我哋當中唔可以唔理神嘅一個原因。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房屋包括咗兒女，包括咗所有一切生命。兒女係耶和華嘅所賜嘅產業啊！產業係咩啊？產業係傳承嚟噶嘛啊！如果我有個有錢的爸爸或者有錢的咩親戚，他整個遺產裏遺囑裏面有寫我名字，哇咁得啦嚇！係咪我做到乜嘢好啊？冇啊，就係做啱啱就係佢嘅親人啫嘛，係嘛？我冇做乜嘢，唔花力氣，呢個係產業，係嘛？所以神賜俾我哋兒女，有啲人想有兒女都唔得嘅喎。我以前同一齊喺香港侍奉一個宣教士，佢搏命想有兒女喎。祈禱嗰日，我見到佢8-9點開始喺度跪喺度祈禱，兩夫婦啊，祈啊祈啊，都係為兒女。我聽聞有個兒女，但係最尾都係冇啊。我哋哎呀，而家好多方法可以有兒女嘅，咁就當然要經過我哋係咪咁樣做啦，係嘛？借人哋嘅好，借人哋嘅肚或者點樣，直情借人哋係嘛？咁但係係咪咁咧？係嘛？但係都未必成嘅噃。你話去啊，好多人有好多人去想咁樣都唔成功嘅噃啊，唔係我哋手中。若不是耶和華去佢賞賜人嘅勞力，就係冇意思。佢有賞賜喎，賞賜同埋呢個嘅神嘅呢個嘅賜予啊，產業同埋賞賜有啲唔同啊。賞賜點啊？賞賜牽涉到我哋有啲人話，賞賜係我哋勞碌有關係嘅喎，係嘛？你做得點樣就有賞賜嘛。所以產業就唔係你做乜嘢啊。所以所懷胎係佢所給嘅賞賜喎。啊，母親節啊，講家庭啊，點啊？神俾咗我哋呢個嘅點啊，兒女係我哋嘅產業，但亦都係佢俾我哋嘅賞賜。我哋要花出我哋嘅心力去培育呢個生命，係嘛？神俾你，表示嗰個係你可以搞得掂。
神会唔俾啲嘢我哋系冇搞唔掂嘅喎，神俾儿女我哋，所以我哋系有责任，按照神俾我哋嘅方式去完成呢个咁嘅建造过程。想试喺有人做得好啊，俾佢接受人有相当嘅关系，唔好似产业啊。所以儿女一方面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产业，但另一方面又是神所给我们的赏赐，我们要依靠神去完成这个，和神一起完成这个这么重要的建造、看守和当中的一个过程。少年人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是吗？特别讲到他的儿女是什么来的，特别是少年所生的勇士手中的箭，箭是很重要的武器，好像枪一样，在哪个人的手里面决定那个人有没有发挥正常的作用。少年人所生的更加是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如果少年人更加是按照神的意思去运作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作用。儿女在神的带领神人的建造里面产生应有的作用，所以勇士所生的子女能够和伟大的神一同承担对邪恶的征战，这个需要好好建造啊！我们所生的儿女箭是需要慢慢，一个箭是怎样形成啊？一条木这样削削削削的，是修造而成，每一个箭都是修造而成，它有很多箭预备好，是吧？一方面是神的产业，一方面需要修剪，同埋就是我们说赏赐的作用，我们要忠心神给我们要我们去扮演的角色，做好我们的赏赐，领受赏赐的角色。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需要仰赖神，靠着神去被建造，才可以达成去建造儿女的过程，是吧？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首先被神建造，同时也去建造我们所在当中的儿女。箭袋充满人便有福了，他们好像城门口里跟仇敌讲话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有福可以翻译为喜乐，喜乐。有很多儿女很喜乐，你都说、你有三个仔啊，好开心。我说你有三个仔啊，我说是啊，我没有女儿，不过他成个有福喜乐啊！这个家的人给人带来最大的希望、最大的快乐就是家庭，系咪？最大的失望、最大的忧伤亦都是家庭啊！但喺神嘅里边，你发觉有各样神的话语帮助你，可以点样去看一些好似系失望，其实唔会失望；忧伤其实系可能唔系忧伤嘅事情，系喜乐嘅事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家庭儿女就是喜乐、福乐、福气和力量，就是说、是吧？儿女是一个福气，是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喜乐。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可用的征战的箭呢？我首先是不是自己是箭先呢、一个打仗的人，他有，如果是袋里面很多箭，它会不会嫌重啊？不是啊，当然袋多一点是吧？哇，射完就没了，箭射出去就没了、不是把刀，刀可以挥来挥去、还在手上，箭一射出去就没了，又要第二，没了，没得了，射了，是吧？所以战士呢一定是袋里面充满才是好的、那我们自己是一个战士，被神建造，更加我们神给我们的儿女是不是一个战士？我们教会有没有战士？我们教会的我们的子女是不是战士？是不是为到神去征战，为到这个邪恶世代去征战的人，去出声的人，去显露出神的生命，为到真理站得住的人？这个Francis Whelan Brown University 的这个很出名的一个，他说圣经里面的真理对于无论任何性格的人，无论是有很高学问或者没有学问，或者一个文明的人或者野蛮人，深山里面那些，都是有感化的力量，他能够使到恶人改过自身，是吧？
亦都能够使人明辨是非。所以今日我哋见到好多啲实际嘅例子，系嘛？点样杀人放火嘅人可以改邪归正？另外喺深山里边嘅，以前我去东马嘅时候见到嗰啲食人族啊，挂晒啲人头喺度，依家佢哋唔再食人咯，啊！啲杀人之前杀过嗰啲头仲挂晒喺度啊，但系佢哋信耶稣啊，改变咗。啊，马丁路德话：基督徒嘅父母身兼三个职责，一个系教士要教导，第二个系先知去训诲佢哋，第三系官吏去管束佢哋。当然都到咗咁上下年龄，就唔系管束到啦，要去同佢一起走啦吓。咁啊，到咗少年时代嘅时候，就唔能够管佢啦，管唔到啦，佢都唔听你讲啊，大只大只过你啊。我第三个仔大只过我而家，抱佢都抱唔到啊。佢如果发恶，我哋话广东话讲得粗啲，发烂渣，好唔好啊？真系我都冇佢扶啊，瞓喺地下都拉佢唔起身，系嘛？系嘛？管束唔到噶吓，所以呢、這个。可以在什么时候管束啊？小的时候，越小的时候让他去体会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怎样去认真真实，这个就是我们父母的所带来的影响。待箭袋充满的人怎样？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讲话的时候并不自羞愧，哇，很重要啊，多啲人同你投票啦，系嘛？城门口点啊？辩论嘅时候啦，我哋举手。而家喺大会里边，你好多亲人噶嘛？以前我嘅亲人喺到呢度啊，我到呢度，我嘅家族，我哋家佢嘅家族唔系我家族，都系我家族啦。教会里边五十人，我哋有廿人，你举手投票啊？举手啊！亲戚朋友举手，我哋咩事啊？投票啊！所以好多人要小心入嚟嘅。教会人做会友投票嗰啲，成班人嚟嘅话，小心啊！系咪一啲异端啊？系咪喺度一齐投票，将你成个改晒啊？成为美好见证，儿女为你争战系好美好见证啊！吓、啊，如果儿女喺后面，切，爸爸讲得唔啱噶，哇，惨啦，真系，哇，哇，真系冇人撑你，点算咧？系咪啊？我都在呢個侍奉歷程裏，很多不同的時刻有啲困難嘅。好彩我啲仔女都撐我，仔都撐我。我爸爸你錯啦，咁啊慘啦，真係要揾地方捐啊，係嘛？國家教會群體需要有箭袋充滿嘅人，明白啦？我哋家庭頭先講啦，頭先個國家需要充滿呢啲真係有箭，呢啲係真係利箭、爭箭嘅人，先至可以。整个国家才是稳定的去前进。好了，所以说是我们生命上作工的结果的主要因素。什么都不记得，今天记得没有了神是不得的。不能作什么，不是不能作，诶，那些事可以做，不是，不能作什么，你要记得，不能作什么，作那些都是枉然。上行者明白这个没有耶和华参与，所有都是枉然。他们都明白神所赐的福分是什么，就是给他们生命延续。我们是不是像他们一样这样作工和侍奉呢？在你的无论你是我不是做工的，我是家庭主妇，我是不是依靠他来去很重要的家庭主妇？母亲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太太有问题咧，我就唔掂嘅，冧嘅喎，系嘛，系嘛，系咪咁啊？你太太突然间我唔开心，哇，唔开心点啊？唔开心我就唔掂噶啦，我就即刻唔见我噶，你见唔到我噶啦，啊？我哋嘅同工，我哋家人系咪因应我哋倚靠神而睇到同埋效法到我哋嘅谦卑咧？一个人点样真系谦卑啊？唔系自己嘅，人哋话嘅，同埋佢睇到嘅，点样先至能够真系谦卑咧？他明白自己是誰，明白神是誰，他在神的裏面正正確確地去生活依靠神，他就會有謙卑的生命。真正的傳承就是傳承我們怎樣信靠神，怎樣依靠神，以及我們的生命，我們有沒有這樣去建造、去看守，以及好這樣去勞碌呢？這樣勞碌就有意思了，當你跟一些人
哇！一坐低傾傾各樣，好似講傾國家大事，傾乜嘢都傾得好融洽。哇！表示我哋點啊？有意思，因為我哋都係同樣嘅承擔，同樣嘅一個使命，睇到同樣嘅方向，願意擺上，願意擺上。我哋用一首詩歌，唔係唱願意擺上，唱呢首是你最重要嚟回應，好嗎？請師母嚇，我哋唱呢首，有冇唱過啊？冇唱過，哎呀！呢首歌真係好啊，同我哋今日講嘅兩個 point 一樣啊，是你重要啊，未唱過，哎呀！今日即刻你開口就識唱，我嘅原則就係你開口你就識唱，你唔開口就唔識唱嚇。神是我一生最细心下最重要，是你重要，是你重要，在我哋一家最重要，重要是你。危险困逼，凭借你一一过渡，是你恩手是邪家温馨。神是我一家中最深刻最重要，重赞跪拜，重赞跪拜，重赞永归我主，重赞跪拜，让我家归我王，今生乐意传颂基督的救恩，让这家奉献荣耀都归于你，皆因你是我。神是我一家中最深刻最重要。神啊，我哋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睇我哋为宝贵重要，所以我哋明白我哋自己系何等嘅重要。但系都系因为你，你系重要，因为你系神，唯有你系神。感谢你俾我哋宝贵话语，使用我哋每天我哋靠近你嘅时候。我们可以明白更多你怎样带领着我们，我们有需要，我们有很多的需要，但都在你的面前，因着有你，因着有重要的你，我们都可以一一的去面对。感谢赞美你，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有圣餐，好，
圣餐是我们去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纪念的时刻。耶稣说当我离开之后，你们要继续去纪念我，直到我再来。所以今天我们再在这个时刻，我们透过这个这么短的时刻，我们思想神为我们所做的，神所给我们一切，好吗？我们请 Stephen 带我们领诗歌。请大家一起起身、如果你是已经、信耶稣，今天我们一起去纪念我们的主、这个耶稣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被舍的，你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去一起擘这个饼。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只是舍身，更加是一滴一滴为我们留下你的宝血，用你的血遮盖我们的罪孽，用你的血去洗净我们，洗净我们的心灵，以至今天我们可以心灵里面有一个新的一个倾向，我们可以回应神你的话语。主，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也都愿意你继续去工作在我们心田当中，叫我们重新恢复你原本创造我们按照你形象创造的样式。感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清楚，我们再重复第一节。So
耶稣话呢个系我个宝血为你流，为你流而设立呢个新嘅约。所以今日我哋每逢去饮嘅时候，都要去纪念等待主嘅翻嚟。我哋带住感恩嘅心，带住期待嘅心，去一齐饮呢个杯。我哋同心用主祷文嚟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大家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你大家今日再次同我哋一齐嚟到神嘅殿中嚟到分享神嘅话语。我都感谢神将佢嘅仆人啊雷牧师带到我哋身边，唔听咁，带到我身边同我分享神嘅话语，特别即系话俾我哋听，我哋所做嘅嘢都系枉然嘅。如果冇神嘅同在，求神即系帮我哋即系谨记呢句话语。OK， 今日有冇新人啊？冇啊，冇。OK。一報告第一項就是教會咧係有個神學講座，係由黃守仁教授嚟喺6月4日到6月10日會喺教會裏邊舉行，即係係一年7日嘅。禮拜一到禮拜四咧就係、是、由3個鐘嘅。禮拜六咧就要即係8個鐘，禮拜五咧唔係禮拜日咧就5個鐘。都係幾長時間，報名費咧就$100，就因為呢個課程真係好緊湊，即係時間好長啦。即係弟兄姊妹咧，如果唔能夠去曬7日咧，唔能夠去曬6日咧，就禮拜五就可以即係去幾日咯，好冇？另外一件事就 VBS 啊，我哋教會嘅暑期聖經學咧，就邊日？就是7月舉行，7月9日到13日，歡迎即係佢哋需要好多童工咯。如果你有負擔嘅，可以去報名參與，同曉春報名。另外咧就係、呢個字啊，就係、是、廣東組嘅婦女團咧，就會喺5月18日星期五晚有個聚會，就會喺昆明行嘅嗰個咩Acon Daycare 裏邊舉行，如果即係佢哋詳細情形咧，就會Maria 會遲啲會發個 email 出嚟噶啦。如果你真係，如果你覺得你想參加而你覺得即係收唔到教會 email 咧，你同佢講個加你個 email 落去噶，好冇 ？OK， 另外咧就係、是、下個禮拜六咧就教會嘅大掃除，請大家有時間咧留即係一齊喺擺位，即係好似。
梁牧師話教會嘅事，即係弟兄姊妹應該有責嘅，可以即係有時間嚟啊幫手參與咯。另外就琴日咧，我哋就教會一班弟兄咧就嚟到幫啊教會啊喺舊堂裏邊嘅 security system 已經整好啦，即係一段時間啊，即係足幾。幾個時間差幾好，就大家有個團契嘅時間，而且將個 system 整好，即係我哋又整張舊堂，新堂仲要仲未整嘅。我遲啲即係再發個 email 出去，啲弟兄姊妹啊有興趣參與嘅，可以參與咯。好冇啊？即係仲咩？仲有冇其他宣佈咧？咁我所知。5月18日就婦女團契啊。弟兄就喺教会里面，我哋就谂住咧，就将教会的旧嘅欧尼咧就 replace 咗佢。啊，咁我哋大家都可以有啲嘢做啊，亦都有啲团契嘅时间啦，可以。呢啲啊，啊，因为教会即系流失旧堂啦，已经30多年未换过噶。啊，所以我拆個機出一拆開個蓋咧，就成個跌咗出嚟噶啦，所以我應該要換噶啦。OK， 仲有冇其他宣佈咧？邊個啊 ？OK， 咁我哋請阿雷牧師幫我哋做個祝福禱告。我一齊起身唱三一祝啊！讚美讚賞。天父的慈爱，藉着圣灵常常浇灌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每时每刻经历神的爱的医治充满，以致我们能够看到人的需要。愿耶稣基督你在天上随时随地作大祭司的祷告，去为我们的需要去祈求，让圣灵你继续去带领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让我们充满着你的灵，以致我们按照你给我们的引导，按照你给我们一切来得着力量去服侍我们周围很有需要的世界。求主你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月份里面，我们纪念到母亲，求主你亲是特别恩待每一个在当中劳苦的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付出的，求主亦都继续去亲自帮助他们，让他们因着有你，他们生命得着丰富的一个恩典。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姊妹请坐，默祷之后我们就散会。请问下周是不是联合？下周是联合崇拜，就是我们在大堂里面，就9:45都有主日学，是不是？有主日学，默祷之后我们散会。有福喜乐啊！小学家嘅人俾人带嚟最大嘅希望、最大嘅快乐就系家庭，系咪？最大嘅失望、最大嘅忧伤亦都系家庭啊！但喺神嘅里边，你发觉
有各樣神的話語幫助你，可以怎樣去看一些好像是失望，其實不會失望。憂傷其實是可能不是憂傷的事情，是喜樂的事情，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家庭兒女就是喜樂、福樂、福氣和力量，就是說是不是兒女是一個福氣，是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喜樂。今天我們是不是可以今天我們是不是一個可用的爭戰的戰呢？我們首先是不是自己是戰先呢？一個打仗的人，他有如果是袋裡面很多箭，他會不會嫌重啊？不是啊，當然袋多一點啦，是吧？哇，射完就沒有嘛，箭射出去就沒有了喎，啊，不是把刀啊，刀可以揮來揮去啊，還在手上邊喎，箭一射出去就沒有，又要第二，咦，冇曬了喎，冇得射了喎，係咪？所以戰士咧一定是袋裡面充滿先至好嘅嚇。咁，我哋自己是一個戰士，被神建造，更加我哋。神给我们的儿女是不是一个战士？我们教会有没有战士？我们教会的我们的子女是不是战士？是不是为到神去争战，为到这个邪恶世代去争战的人，去出声的人，去显露出神的生命，为到真理站得住的人？这个Francis Whelan Brown University 的这个很出名的一个，他说圣经里面的真理对于无论任何性格的人，无论是有很高学问或者没有学问，或者一个文明的人或者野蛮人，深山里面那些，都是有感化的力量，他能够使到恶人改过自身，是吧？也都能够使人明辨是非。所以今天我们见到很多实际的例子，是吧？怎样杀人放火的人可以改邪归正？另外在深山里面的，以前我去东马的时候见到那些食人族挂着啲人头在那里，现在他们不再食人了，杀人之前杀过的头还挂着在那里，但他们信耶稣改变了。马丁路德说，基督徒的父母身兼三个职责，一个是教士要教导，第二个是先知去训诲他们，第三是官吏去管束他们。当然都到了这么上下年龄就不是管束到了，要去跟他一起走了，到了少年时代的时候就不能够管他了，管不到了，他都不听你说，大只大只过你，我第三个仔大只过我，抱他都抱不到，他如果发恶，我们说广东话讲得粗一点，发烂渣，好吗？我都冇佢扶啊，瞓喺地下都拉佢唔起身，系嘛？系嘛？管束唔到噶吓，所以呢个可以喺咩时候管束啊？细嘅时候啦，越细嘅时候让佢去体会乜嘢系真正嘅真理，咩叫做谦卑，咩叫做点样去认真真实吓？呢个系就我哋父母嘅所带嚟嘅影响。袋箭袋充满嘅人点啊？佢哋喺城门口同埋仇敌讲话嘅时候。并不自羞愧，哇，好重要啊！吓，多啲人同你投票啦，系嘛？城门口点啊？辩论嘅时候啦，我哋举手。而家喺大会里边，你好多亲人噶嘛？以前我嘅亲人响到呢度啊，我到呢度，我嘅家族，我哋家佢嘅家族唔系我家族，都系我家族啦。教会里边五十人，我哋有廿人，你举手投票啊！举手啊，亲戚朋友举手，我哋咩事啊？投票啊！哇，所以有些人要小心入嚟嘅教会人啊，做会友投票嗰啲，成班人嚟嘅话，小心啊，系咪一啲异端啊？系咪喺度一齐投票，将你成个改晒啊？成为美好见证，儿女为你争战系咪好美好见证啊？吓，如果儿女喺后面，切，爸爸讲得唔啱噶，哇，惨啦，真系，哇，哇，真系冇人撑你，点算咧？系咪啊？我都在这个侍奉历程里有很多不同的时刻有些困难的，好像我的仔女都撑我，仔都撑我，我爸爸你错了，那就惨了，真是要找地方捐，是吧？国家教会群体需要有箭袋充满的人，明白吧？我们的家庭刚才说了，刚才的国家需要充满这些真是有箭，这些是真是利箭争战的人才可以
整個國家才至穩定的去前進。好啦，所以話係我哋生命上作工的結果的主要因素，咩都唔記得噶嘛？記得，冇咗神係唔得嘅，不能作什麼，唔係不能作，誒嗰啲事可以做喎，唔係喎，不能作什麼，你要記得，不能作什麼，作嗰啲都係枉然啊！上行者明白呢個冇耶和華參與，所有都係枉然。他们都明白神所赐的福分是什么，就是给他们生命延续。我们是否像他们一样这样作工和侍奉呢？向你的，无论你向我，不是做工的，我是家庭主妇，我是否依靠他来去很重要的家庭主妇？母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我太太有问题，我就不行了，想了，是吧？是吧？是不是这样？你太太突然间我 不开心，哇，不开心怎么办？唔開心我就唔掂噶啦，我就即刻唔見我噶，你見唔到我噶啦、啊、我哋嘅同工，我哋家人係咪因應我哋倚靠神而睇到同埋效法到我哋嘅謙卑咧？一個人點樣真係謙卑啊？唔係自己嘅，人哋話嘅，同埋佢睇到嘅，點樣先至能夠真係謙卑咧？佢明白自己係邊個，明白神係邊個，佢喺神嘅裏邊正正確確咁去生活倚靠神。他就会有谦卑的生命。真正的传承就是传承我们怎样信靠神，怎样依靠神，和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建造，去看守，还有好这样去劳碌呢？这样劳碌就有意思了，是吧？当你跟一些人哇一坐下来谈各样，好像谈国家大事，谈什么都谈得很融洽，哇，必须我们怎样有意思，因为我们都是同樣的承擔，同樣的一個使命，看到同樣的方向，願意擺上，願意擺上。我們用一首詩歌，不是唱願意擺上，唱這首是你最重要來回應，好嗎？請師母，我們唱這首，有沒有唱過？沒有唱過。哎呀，這首歌真的好啊，跟我們今天講的兩個 point 一樣、啊、是你重要、啊、沒唱過。哎呀，今日即刻你开口就识唱，我嘅原则就系你开口你就识唱，你唔开口就唔识唱吓。神是我一生最细心下最重要，是你重要，是你重要，在我哋一家最重要，重要是你。危险困逼，凭借你一一过渡，是你恩手施者加温馨。
神啊，我哋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睇我哋为宝贵重要，所以我哋明白我哋自己系何等嘅重要。但系都系因为你，你系重要，因为你系神，唯有你系神。感谢你俾我哋宝贵话语，使用我哋每天，我哋靠近你嘅时候，我哋可以明白更多你点样带领住我哋。我哋有需要，我有好多嘅需要，但都喺你哋面前，因住有你，因住有重要嘅你，我哋都可以一一嘅去面对。感谢赞美你，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我哋有圣餐，好。志芬。圣餐是我们去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纪念的时刻。耶稣说，当我离开之后，你们要继续去纪念我，直到我再来。所以今天我们再在这个时刻，我们透过这个这么短的时刻，我们思想神为我们所做的，神所给我们一切，好吗？我们请 Stephen 带我们领诗歌。请大家一起起身、如果你是已经、信耶稣，今天我们一起去纪念我们的主、这个耶稣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被舍的，你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去一起擘这个饼。
唱主耶稣，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唔止系舍身，更加系一滴一滴为我哋留下你嘅宝血，用你嘅血遮盖我哋嘅罪孽，用你嘅血去洗净我哋，洗净我哋嘅心灵，以至今日我哋可以心灵里边有一个新嘅一个倾向，我哋可以回应神你嘅话语。主，今日我哋感谢赞美你，亦都愿意你继续去工作喺我哋心田当中，叫我哋重新恢复你原本创造我哋按照你形象创造个样式。感谢你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清楚，我哋重复第一节。就话呢个系我个宝血，为你流，为你流而设立呢个新嘅约。所以今日我哋每逢去饮嘅时候，都要去纪念等待主嘅翻嚟。我哋带住感恩嘅心，带住期待嘅心，去一齐饮呢个杯。我哋同心用主祷文嚟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姊妹清楚。大家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你大家今日再次同我哋一齐嚟到神嘅殿中嚟到分享神嘅话语。我都感谢神将佢嘅仆人啊雷牧师带到我哋身边，唔听咁，带到我身边同我分享神嘅话语，特别即系话俾我哋听，我哋所做嘅嘢都系枉然嘅。如果冇神嘅同在，求神即系帮我哋即系谨记呢句话语。OK， 今日有冇新人啊？冇啊，冇。OK。一報告第一項就是教會咧係有個神學講座，係由黃守仁教授嚟喺6月4日到6月10日會喺教會裏邊舉行，即係係一年7日嘅。禮拜一到禮拜四咧就係、是、由3個鐘嘅。禮拜六咧就要即係8個鐘，禮拜五咧唔係禮拜日咧就5個鐘。都係幾長時間，報名費咧就$100，就因為呢個食課程真係好緊湊，即係時間好長啦。即係弟兄姊妹咧，如果唔能夠去曬7日咧，唔能夠去曬6日咧，就禮拜五就可以即係去幾日咯，好冇？另外一件事就 VBS 啊，我哋教會嘅暑期聖經學咧就邊日？
就是七月份舉行，七月九號到十三日，歡迎啊！即係佢哋需要好多同工咯。如果你有負擔嘅，可以去啊報名參與，同阿曉春啊報名。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字啊，就係、是、廣東組嘅婦女團咧，就會喺五月十八號星期五晚有個聚會，就會喺昆明嘅嗰個咩 Acon Daycare 裏邊舉行。如果即係佢哋詳細情形咧，就會Maria 會遲啲會發個 email 出嚟噶啦。如果你真係，如果你覺得你想參加而你覺得即係收唔到教會 email 咧，你同佢講講，加你個 email 落去噶，好冇 ？OK， 另外咧就係、是、下個禮拜六咧就教會嘅大掃除，請大家有時間咧留即係一齊喺即係好似雷牧師話教會嘅事，即係弟兄姊妹應該有責嘅，可以即係有時間嚟幫手參與咯。另外就昨日咧，我哋就教會一班弟兄咧就嚟到幫教會喺舊堂裏邊嘅 security system 已經整好啦，即係一段時間啦，即係足幾個時間嘥幾好，就大家有團契嘅時間，而家將個 system 整好。即係我哋又整張舊堂，新堂仲要仲未整嘅，我遲啲即係再發個 email 出去，啲弟兄姊妹有興趣參與嘅，可以參與咯。好冇啊？即係做咩？有冇其他宣布咧？我所知，5月18日就婦女團契啊。係。咁啲弟兄去咗邊度咧？弟兄就喺教會裏邊，我哋就諗住咧，就將教會的舊嘅歐尼咧就 replace 咗佢。啊，咁我哋大家都可以有啲嘢做啊，亦都有啲團契嘅時間啦，可以。呢啲啊。啊，因為教會即係由食舊堂啦，已經30幾年未換過噶。啊、所以我拆個機出，一拆開個蓋咧，就成個跌咗出嚟噶啦。所以我應該要換噶啦。OK， 仲有冇其他宣布咧？邊個啊 ？OK， 咁我哋請阿雷牧師幫我哋做個祝福禱告。我一齊起身唱三一鐘啦。天父的慈爱，藉着圣灵常常浇灌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每时每刻经历神的爱的医治充满，以致我们能够看到人的需要。愿耶稣基督你在天上随时随地作大祭司的祷告，去为我们的需要去祈求，让圣灵你继续去带领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让我们充满着你的灵，以致我们按照你给我们的引导，按照你给我们一切来得着力量去服侍我们周围很有需要的世界。求主你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月份里面，我们纪念到母亲，求主你亲是特别恩待每一个在当中劳苦的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付出的，求主亦都继续去亲自帮助他们，让他们因着有你，他们生命得着丰富的一个恩典。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姊妹请坐，默祷之后我们就散会。Yes. 请问下周是联合崇拜，即是我们在大堂里面就9:45都有主日学，是不是有主日学？对啊。OK， 默祷之后我们散会。